在介绍如何使用 iOS 手机透过有线连接投影至 QuadroPod。 现在将 T 插使用外接电源供电，然后将一般使用的 Lightning 线插在 USB 口的位置，另一端插在手机。当 T 插的红灯全亮，按下即可将手机的画面投影至荧幕上。